哇操！你看什么呢？没狙到。这个满血的。手雷来袭，对方左手一个，左手一个，左手一个，左手有一个，那个伯乐他们家，他们家就一个，他们家斜坡，确定 B 斜坡。他们家来了，我有。你上我这个号看你能上不？看你能不能上得去不？啊，那里还有个东部的单子是吧？对，刚接的。你发来吗？你发来吗？不知道，就差17了，18连胜的和你干了，我操！你困吗？你要是困的话，你去睡好了，我一个人打。我估计下午我不困。你说什么？我估计下午吃鸡旋。哎呀，我喷，今天喷把单子打完呗，然后直接睡到晚上。把这个炮给你。刚刚上的时候他解过ED了吗？解过了，也改过密码了。一会儿，那一会儿应该会弹一下。弹一下的话，就上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解过了，他会弹那种，就是环境异常，账号环节异常，不是环境异常。对。然后直接再往上上就可以了。行。主要是异地登录，他都会。也不是说只要异地登录他就会弹吧，只要不是同一个 IP 登录的电脑他都会弹。这号也是老板号，我儿子大号，充了那么多的软妹币哦。你这号也充了不少。什么？就从你精英号那个号打完开始到现在，我喝了3瓶红牛。喝红牛其实不怎么管用的，只是精神上你自己感觉管用。我现在真的很精神很。你他妈吃伟哥了，你精神。再过一个小时就是24小时了，我操！我真的好久没这么熬过了。上一次这么熬过的时候还是在去年吧。去年9月份左右，我操，这个屌号道具都没有。有啊，不可能没道具。太少了。三个背包够用了呀，你只用前三。三个背包。对啊，前三个背包的呀，你看，前三个背包高爆烟雾弹都有啊，你看，是不是？